我觉得是故意让我们第一把活下来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加集团队干的吧。来，我要说一下，我是女巫，我被杀了，我赌的他。为什么赌他呢？看着面子也不像好人。好，我先不报身份吧，因为女巫已经走了，然后再报身份的话，其实比较难玩。对，都这样。我很想说出什么，但我说不出来。好烦，就显得自己智商特别低。首先啊，我们从概率决定上说，我第一把是狼，这一把我没有概率选择，所以我是一个好人，就是你要，我觉得我要建立我现在的立场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你来吧。 我需要更多的线索，下一个。啊，过了。从概率学上来说，我也不可能是狼。我的警察他超熟。然后，这一把我身份非常阳高，这是个小村民。然后佳琪的经济应该有人狼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狼，所以就是听一下后面的发言。9号是女巫，她因为被狼人杀了之后呢，就是用了毒药，对吧？对。然后。 其实一号的发言，我觉得还是蛮健康的。二号的发言比较一般，三号在划水，四号说自己是村民身份。然后我见预言家先不说自己，这一把大家都玩得非常的谨慎。因为像上一把，哇天哪，四个跳神，然后这把四个都一起划水。首先第一个，我觉得一文姐划水，我可以相信她的好人概率是50%以上。文姐划水就50%，那我们两个其中肯定有一个是狼。 我暂且不怀疑你是狼，我金靖，这么多，你抓去。就是我觉得啊，我们这一把我们要团结，毕竟我们家这一排死了就没什么好玩的了，我们就可以去上厕所去。他们四个里面，他们两个我们先弄走一个，你觉得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投他吧。如果你不投他的话，你就是狼。 一般遭到李佳琦已经暴狼无遗，可是他又是今晚的主角之一。好像要留他在场上的感觉。没有，并且他完全暴露自己两位狼队友二号和三号，我觉得，因为李佳琦刚刚说了一句完全没有办法自洽的话，说我们两个人必出一狼，但你是好人，你知道有很多话，你知道直播了4个小时之后，非常疲惫，他不经修饰的就把一些真话给讲出来了，所以他呢就是一头明狼，但是出于今天这些东西，也是在人家的公司，我们就留他在场上就是羞辱他啊，就是我们知道你是狼，但是同情你，所以我觉得二三里面还有你一个狼队友。
哎，这把狼到底是谁呢？3、2、1，投票。3号玩家出局，你有一眼。哦，我带他。嘿嘿，瞧不瞧？ 这是购物篮，是沈啊。这是购物箱，服务箱当然重要。等我帮他拿，让我帮他拿。戛纳宝，粉霜。要要要，隔离霜，隔离是需要。这个色度还行，一盒。哎，这是我三片，好像贵的。对，这个都是限量的，限量的。要要要，要多买一点。哎，你听这声音，钱的声音。哦，这个很贵是吗？这个900多一个，拿着拿着拿着，适合我。香水是不是要小姐香水？需要的，我想要就是有那种魅惑的那个香。魅惑的香味儿。对对对。自己闻一闻呗。绿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真的吗？嗯，这有不错，可以。我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的。真的吗？今天学我。老师
先拿了孩子吧，行李箱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辛苦。哦，大牌我来了。能拿这种占地方，但是，这个好好看，这个包很好看，你要看那个颜色，哇，好复古，有没有？太适合我了吧？你要把所有颜色都配齐。 好不好看？那我要看你在机场的图片，要一个星球是这个包哦。哎，我在机场直接就这么，就是这样，饭包了，卖光了，对吗？好看吗？这是很好看。你需要再配一个行李箱。好烦哦，我想让他看到这个，为什么让他看到这个？顺丰拿太多了呀，没事，换着搭。你不要拿什么，每次在车上吃啊，你们。顺丰真好看，身体健康，超喜欢这绿色，这个绿色真好看，这是限量的那个。Yes。 太早了，怕他反悔，还亲自跟我们看门呀，好难弄啊！外面下雨了吗？没有吧？应该没有的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故事告诉他，刚刚为了我想要让他走楼梯，然后吓他，结果我就把我的电梯锁在了3楼，像我要上去做头发，上不去，电梯下不来了。